这是，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所留下的火灵残影。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。凶兽的吼声，华流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力气好大，看清方向，听着声音，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了？真是可惜，不过吼声时有时无，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仍需多留意火灵残影。前面又进来了，谢谢月姐姐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
哎，别躲啊！别小瞧了我，别小瞧了我，流的，听起来好危险，我们离凶兽越来越近了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师姐，等一下。
怎么了？你们没有与凶手正面交战的经验，我将照神之术交给你们，以防万一。他研究照神之术，是想要帮助我们吧？好，你多费心了。照神之术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谢了兄弟。多谢修大哥。且慢，他似乎还有一丝理智，不像一般凶手。华流，你越狱潜逃，草菅人命，可知罪大恶极。吾乃神圣，岂会如此？妄造罪孽，实非吾之本心。西去生性凶悍，但甚少主动伤人。华流更是天性温和，此二者虽皆是天域囚徒，但罪名不重，为何会越狱后性情大变？吾因获罪而被禁于天域之中悔过，灵力日渐衰竭，恍惚间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劫狱，曾遇过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，天域一度混乱。那时吾无力动弹，况刑期也将近了，自然不敢负天罪，存此等逃于妄念。然而吾再有记忆后，就已身在人间。你并未跟随魁宇逃走。然也，我神智失控，所经之处焚毁了许多村镇，之后流落至此地，迷化可助吾脱力，亦能得片刻清醒。至少不再出去伤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突然凶心发作了？见了伤口，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神兽岂可被辱为凶兽？这般苟且存活，不就此湮灭？他想同归于尽。师姐，
凶兽之事，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你们退后。走吧。这里的迷花毒性连凶兽都能制住，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。好。这些应该够了，我们走吧。华流之事需要尽快向真人报告。好。对了，小晴，这次我总能一起进仙侠派了吧。阿尤，今天守门的还是大师姐，恐怕你又是他。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个？哎，落花有意。不对劲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？什么？糟了，各位不可再踏进一步。仙侠派为女修门派，谢绝男子到访，否则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，不会再客气。我们可以不入山门，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白家千金恭送出来。都督府白家千金？师父所说的弟子皆为孤苦无依之人，哪有什么千金小姐。师姐，你们别动手。你是什么人？快滚，蠢货，一边去。女大十八变，那天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。二哥，跟二哥回家吧。
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，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，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呢。启程。二哥，等等，我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晴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强迫他。识相点，闪一边去。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，就凭你们在毒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，就能让我们抄家灭族？哼，好大的官位，可惜这里不是卢洛府，我也不是怕事儿的。仙侠派乃修仙清净之地，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，请回。笑话，这是我白家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仙侠派乃清修之地，还请勿要擅动刀剑。师父，你们几个先退下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余霞真人，久仰大名。本将是来接舍妹白墨晴回家的。寻亲乃人之常情，但仙侠派亦有自己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二爷我……二哥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，只是当时年幼，又遭变故，心神慌乱，这才撒谎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为师多少察觉到你似乎在隐瞒什么，只是仙侠弟子大多过往凄凉，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故从不会多问。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无论何去何从，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师父只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，莫要再选择逃避。小晴，你赶紧说啊，你不想回去对不对？师父，这些年来的授业解惑之恩，徒弟日后必定报答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要走？为什么？让你们担心了，可是有些事我必须去面对。就让小晴这么走吗？她这一去，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。那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，回家后呢？还有白家那种蛮横态度，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。他们毕竟是亲人，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。师父有要事和三位相商，已在大殿等候。小师妹还会回来吗？就算我们大闹不均匀，那些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在仙侠派的？对了，齐妹的香囊，你少说两句，一切等面见真人后再说吧。
小师妹还能再回来吗？太欺负人了。师妹竟是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，减肥一条线。凶兽的事情如何了？他华流，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竟还有这般隐情。其情虽可悯，但他终究还是夺去千百生灵的性命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除去华流，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，你们切莫再因此而有负担，尤其多谢上神相助。分内而已。刚刚传来消息，有凶兽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处我，我即刻前往。那不就是在……还不快谢谢真人。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指点。儿女情长固然珍贵，但修道者理应以天下苍生为先。是，晚辈悉听教诲。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去找小去除凶兽。是去除凶兽。对对，去除凶兽，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，这样可以吧？